仓库的钥匙在谁那儿？哎，威廉，仓库钥匙在你那儿吗？没有，我没有钥匙。哎，那块有个工具箱，咱们拿工具箱吧，赶快把门打开。在可口可乐里面吗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来吧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这真能夹开？能夹开？怎么可能啊？哎，我来，哥，我来，我来。三七，不对，还有别的线索。今年是2021年，2107-05，2107-05。回车，开了吗？没有。2107-05，那往前早4年。2017年，2107-05。回车吧。来，是啊。我呢，是代表着在职场里被压榨的底层员工，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往哪里去，然后他们一直压榨我。其实你们没有看到我的桌子上有几本书，然后那书上就是说怎么和恶魔同事相处。因为就很多像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人，我只有保住这份工作，我才能养家糊口，租得起房租。但是这些工作就处处被压榨，其实我们心里压力很大的。因为平时我们工作当中有很多脏活累活就给他，因为他是老好人嘛，对，我们就欺负他。对，在职场中我们可以乐于助人，但不能没有底线。一味的软弱只会让自己变成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。初入职场啊，可能会像艾伦在这个里面一样，会受到一些职场骚扰啊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我觉得要勇敢说不。打妹，